谢大家。卡其色飞行外套搭配黑裤，一身轻松打扮，罢免投票日这天凌晨左八点不到，就在投票所为自己加油。我们已经努力到最后一刻了嘛，所以其实今天就是一个很踏实的心情。那其实也抱持着非常感激的心情啦，因为其实这几个礼拜以来，真的是非常多我们的乡亲站出来帮忙，那还有很多从基层的里长啊到议员，大家都全力的相挺，所以我们可以一起奋战到最后一刻。感谢再感谢，就算声音因为败票扫街早就沙哑，还是要谢谢大家。投完票之后最想做的事就是陪陪家人。我只是想说早一点先来投票，那可以回家陪小孩嘛。那已经好几个礼拜没有好好的陪小孩了。另一边罢免领衔人议员钟小平没忘了投票，同样也是信心满满。四大公投非常，大概早上起来就12度、13度，现在已经破20度了，而且有太阳，我们就谢谢老天爷帮忙。强调罢免案有天时地利，更是他重返国民党最好的伴手礼。小我的伴手礼是谢谢朱主席，那个同桌中案让我回到国民党嘛哈，然后我们尽一个党员的本分。大我的伴手礼当然替娘家要讲话。我们当然要罢免他，所以小我跟大我都是我要带两份伴手礼。这份礼物能不能成真，就看中正万华地区的选民如何选择。华语新闻宋俊林外语台报道。请订阅、按赞、分享华语新闻 YouTube 频道，并开启小铃铛，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。